沈阳人也不像你口语这么重呀，你放屁吧，都这样说的。我那几个朋友没有一个不像我这样说的。怎么不重呢？不可能。我比他们还能好一点可能。亚索呢？人儿呢？人儿没了。没想到吧？呀，这……哎呀，丢了一个。人儿怎么没了呢？打红去了？出来了。我专治这亚索，哎，晕锤走走位，怎么的要戳我？小伙子，你是真不知道我是生了呀？啊，锤他，锤开一技狼闪现，哎，晕接一个锤套我点炎没用。因为他是后出来的，所以他不知道我生了。耶，这挖掘黑还要杀我，我可退线了啊，我还把你地洞给你挖了。晕走拜拜，溜了。看看我们是出个三相啊，还是出个神圣分离者呀？打亚索出三相好一点，应该出三相吧。破败呀、啊，破败先出，差不多吧。有七百先来这个，没有七百有九百。就先来个吸血，反正这都得出。没想到吧？木印呢？我怎么发现就你就什么英雄都得出木印呢？木印怎么回事？木印除了就能无敌吗？猴也得出木印，剑圣也得出木印，武器也得出木印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好好补一手啊！先控一下线啊，看看这个亚索上哪去了。为了防止他站在草丛里边吃我们经验，先给他插个眼儿。这个炮车的经验指定是不能让他吃。A， 在 A 不交易，为什么？可能挖掘机在这边，那挖掘机没在这边，这不对劲呢？这哎，这不对劲呢？哎，这不对劲！哎呀，这波怎么能死了呢？我接受不了。这我接受不了。有瑕疵啊，有瑕疵，有问题，问题有点大。没事，这属于回合游戏，我们回来再把他杀了。耶，跑了。小伙子，你以为你在这里回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上边打着打着发现没打过，我都佛了。
哎，早点交易好了，早点交易应该死的是他。我寻思看看挖掘机搁哪，我都没寻思能打不过他。小兵有点多，为了弥补我们上一波。你出的啥呀？你出日炎的右锁呀？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又回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走呗，你大爷的，还又是我。这武器大师攻速是真慢，我是没点攻速吗？哎，搁哪看自己那个其他天赋来的？这怎么攻速这么慢啊？我点了呀，哎呀，点了欢心了呀。怎么感觉比以前攻速慢了呢？跑的也慢，攻速也慢。哎呦我兄弟，这挖掘给怎么打人这么疼啊？天哪！跳上来锤，重锤，走呗！这你往哪走，兄弟？重锤，跳上来晕住，开大招锤，重锤锤，还往塔里头飞。出日炎呢，我都不知道他出这玩意儿有什么用。那你玩蒙多去，你玩什么亚索呢？你说是不是？第一件装备要给我出日炎，或者是出冰拳呢？不一定，他可能出冰拳啊，他出了个反甲。哎呦我靠！晕住，跳眼儿，闪现走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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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你打不过他，我三项了。三项出的有点快呀，十分钟就出出来了，3333，售价30斤，售价2333，售价200，售价210，行吧。不控了啊！不控了，开始不控了。严阵以待。跳上锤，重锤，开一点锤，晕住，打了不杀了。怎么没把你给打死呢？吃我一个重锤！哎呦，
占右啊，好像我们不太合适啊，跟他换呢。我一跟他换，他不又右起来了吗？他就会越来越右，越来越右。先来个铁板鞋，这波操作真操啊！不瞒你说，我这武器大师玩的我自己脑袋都疼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咋玩的。可能时间长没碰这英雄了，我都好久好久没有碰过这个英雄了，就感觉这英雄有点残疾，怎么打人那么慢呢？那个攻速。你是锁着甲是吧？锤锤重锤锤锤跳下来重锤重锤，你大爷的！又不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我以前武器大师玩的可以的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回家出吸血，穿吸血，看看能不能直接一波把这塔拆没。确实不知道。那你是没看过直播呗，那就是。新观众呗，办卡吧。现在加入粉丝团，荧光棒还可以增量，小伙子，上哪有这种好事？你就是除了在塔下，就是在塔下，就是出右，是不是？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玩的亚索兄，你就像你的战绩一样啊，250。你玩的不难受吗？打他一个蓝，别动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是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，小伙子！你刚才大都没有了，你跑过来跟个右锁还要杀我？闪现锤，重锤，锤！这怎么回事？这维克托指定不能走，他还得回中路收兵。我们回来一波啊，找他一波。这个小伙子不会回家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也回家了。兜我来了，右锁，我看你能穿到哪里去啊，小伙子！晕住锤，重锤，锤，重锤，重锤，跳上来锤，重锤。这怎么有人登 V game 了呢？
3100。耶、yeah? ！我不锤死你！你还真要出日炎呢？拜拜！哎，打不着！我还有跳弹，哎，回家了。来个死亡之舞，对面这把 AD 比较多，出个死亡之舞，没有眼了，买个真眼。呀，这怎么补不着啊？看看什么时候打个峡谷啊。瞅啥呢？谁让你瞅的呀，小伙子？跟我打这人呢，怎么没了呢？一瞬之间挖掘给就剩一具尸体了。呀呀呀呀呀呀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能打，我们去打个峡谷去，把他洞给他踩了，发财了。打个峡谷先锋，下波如果上路没有人守，我们就给他拆没啊。我俩打蓝了，你好像有想法，小伙子。是不搁这儿呢？这挖掘机怎么下去就能拿三杀呀，兄弟呀？啊？正好我蓝不够用，现在我估摸的不是我秒他就是他秒我，反正我们俩就互秒。还真就冰拳呗，还真就冰拳呗，小伙子靠我点盐，别追了啊，不推了，溜了，回家了。现在武器大师再出个啥呢？再出个巨酒啊，巨酒行，我觉得出个巨酒，对面正好全 AD 的，也不是，对面有维克托，维克托可能得卸手了，来个卸手吧。行啊，整一个卸手，整一条大龙吧，要我说。来大龙，来一个人，来一个人，吃个药来，死了。一技能开起来，跳上来，锤，重锤，锤，锤，死了。下路支援一波。
一个都别跑啊！今天全部都得死在这里啊！一个都跑不了。把三瓶药给吃满，一技能开起来，闪现没有用，兄弟，重锤，跳下来锤，致命点炎，追泰坦啊！上追呀、啊！踢击也行，没事，踢击也行，可以踢击。这不大一下子、啊，这泰坦可挺装啊！我这一看，你装什么呢，小伙子？你那右锁有伤害吗？怎么的呀？给我锤锤，重锤！我被大了，问题不大。跳眼儿，给我贴膜可以。踢死他，没有查克拉了是吧？回家，出一个巨型九头蛇，下路单带，上路我们就不去了。其实我跟这沙米拉俩人能打大龙，就是可能会有点危险，打得比较慢。嗯，说好的大龙呢？一会儿再说吧。万一让人发现了大龙没了，我们家就被翻盘了。来人，赶客我们来了，没有关系啊，但没关系啊。就你要，小伙子要。要过来守我吗？就只有一个人吗？只有一个人可不行哟。重锤开翼，跳上来晕住，重锤，把他带出来。还装逼。算了，这件事就算了，行不行？看来不行啊。呀，我不是要出蟹手来的吗？哎呀，那还是巨酒吧，巨酒再配一个蟹手。下路没了。下路没了，一会儿我们再带下路，让队友去打大龙去。你没喊停停，那我得问你，这波要我说就别打了。你们要能打得过他们仨，那就算你们厉害，行不行？小龙打一波。沙米拉416杰153 ADC 瞎子150，快，小龙挖掘机去了，来呀，那里头没有人，往里进吧。我们的大招开一手啊，别着急，先杀着维克托，开个一技能晕锤。好，找到寒冰，锤，马上三秒钟有技能，这亚索这是个搅屎棍呐！哎呦，我小伙子，一波抢我五杀，真的是！接我一下，
行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结个账啊。